今年度军事学校精选的放榜，英勤高中谢伯阳录取国防医学院的医学系，创下英勤高中的新纪录。国文、英文、数学、主任，达科拢满积分。我这次能够录取国防医学院医学系，一个很大的帮助是学校老师给我在，可能不管是资源还是心灵上的资助，尤其是要感谢我们学校的生物科老师，他去帮我准备了很多以前面试的问题啊，还有其他有考上医学系的学长姐的备审资料，还给我参考。谢伯阳讲，学习是无偏路，除了家己的兴趣之外，学校老师对边仔来合作，让学习的效果更加加分，可以让得到安尼好成绩。报考了我们国防医学院的医学系，那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一个努力过程当中他相当的用心和投入，那也终于考上，这是我们学校创校十一年来是第一位，那也证明我们在嘉义县的一个高中可以教出我们医学系的那个学生，不用跑到都会区，在嘉义县这边的教育我们就可以完整，然后可以教出顶尖的一个学生。校长苏媛媛强调，社区高中要考出医学院是真无简单。永庆高中提供六档完整、阁连贯的课程，学习的环境和老师拢是学生上熟悉的。只要愿意给永庆机会，永庆教学团队一定会全力培养每一个囡仔。台阳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